葱姜蒜干辣椒。哇，一炝锅放下去。哎呦，忘了放点老干妈呀，真的是。猪腰子，猪腰子，小陈的，嘿，你看，放老干妈是不是好看多了？哎，加点老抽，不要放盐味，也不要放那个酱油，这就是醋，你知道吧？就可以了。而且还有点麻辣口味，特别舒服。你喜不喜欢吃辣的？哎呀，这么一整，双击。咦，大鞋拔的好了。这么大双鞋子，就这么点的脚。你这个别的没地方擦，只能往身上擦。这玩意比我还瘦，是不是？所以穿里边吃生蚝了，太瘦了。双击一下，称王。哎呀，这玩意好。看到没有，这里面 A 这个不要。剩下喜不喜欢吃？别冒险，我不用偷开的，你不用寻思的，你知道吗？腿掉了。哇，转！哇，这么烫！哎呦呵，哎呦呵！它黄瓜干面，哇，猪开抗癌的，哇，是不是没煮熟啊？我不知道是不是，应该是。哎呀，这家伙大啊！这好像也是从理发店刚出来的，烫了的，是不是烫？一拍他，他就要吐沫。你生气了哦？你看又吐，真的生气。我看你碰到我，他真倒霉呀。太黑了，不让你看。哎，月头有流量了，快给我个升级。哎呀，海螺，厉害吧？这个黄，每一个海螺后面它都会有个黑的，你知道吧？给它摘掉。然后挤掉，把这个挤掉，一定要给它挤掉。海螺凉性很大，孕妇别吃啊，孩子都要吃，这样一个就可以了。它不是其他东西。知道是吧？孕妇就不要吃，凉性太大了。双击一下。